是做什么保护呢？比如说你这一些太阳紫的话，它有自卑啊，它就比你好好的周转一下就一块搞搞光，我估计这个还有。我不知道这个黄好多东西，和原来我刚说的那个阿拉斯加那个黄金线嘛，我说你原来因为他们很多组织黄金线都是冻的没法过活，过活的不了。那东西一个是出水多次，哦，它深嘛，哦，家里面了，你是说有它，我都想过来。对呀、啊，我说的。